今天这样的一个场面，被表扬的所有这些领导人，来自各行各业、不同背景、不同年龄层，都会来做，而且做得很好。到底这家公司，到底这个地方，到底做了一些什么东西是对的？我要你们自己本身去了解。因为当你真的找到那个答案的时候，我肯定你会加入Leeway。我们一起赢在Leeway，一起迎接Leeway十周年的光辉岁月。我们在这个行业里面一切所付出是值得的。直销能不能做我不知道，但是今天你选择了Leeway一定没有错。 Sudah saatnya kita mulai bekerja sama dengan Leeway International, maka kesuksesan ini akan menjadi milik kita。感谢立威这样一个不平凡的平台，让我改变了我活着的人生的意义。没有人会谱写我们的命运，我们的命运掌握在我们的手里。只要我们时时刻刻为了自己武装自己，没有自己，世界地狱是必然的。已经正式一个又一个了，所以我们真的一个 right way 了。
心痛是你给我的武器，多虚来摊开你的掌心，让我看看你。Tujuan kita adalah untuk menang, untuk sukses melalui lingkungan positif ini. Ya, ambillah kekuatan ini, lakukanlah sebuah perubahan. 成功不是将来才有，成功是从你决定的那一刻开始，持续累积而成的。拥有梦想是一种智力，实现梦想是一种能力。为爱付出疯狂，为梦想一点伤。感谢 Freeway 台前幕后的工作人员，你们辛苦了，谢谢你们的支持以及信任，我们一起努力把 Freeway 推向国际，成为世界第一。我来到 Freeway， 我感觉到 Freeway 改变了我，我希望大家不要遗憾自己没有读书，只要你来 Freeway， 你可以做你要的东西。今天晚上我们必须要相信我们的眼睛，我们所看到的，我们也必须要相信我们所听到的，它已经是事实，这个世界就等着我们去创造。只是总在人为世界的纷扰，我已无所谓，我选择在虚伪，不愿意再后悔，我就是非要成就一番大所谓。国际2017年有史以来第一位，也是今晚唯一一位 Team Elite Pegasus 5 Andy Song。 事事成于人为，事事总在。第一位不只是可以给你找到机械这么简单，各位，第一位可以改变你的性格，因为第一位有一个很好的教育，有很好的一个文化，第一位让我们变成一个更好的一个人，先做人后做事。你以为好像一张邪言，如果你来，你相信我一次，他一定能够改变你的人生。我就是非要成就一番大作为，赚最多钱的那个 Reway 人可能还没有加入 Reway， 也有可能是你，关键是你有没有给自己本身这样的一个机会去找出那个答案，到底这家公司什么地方做对。你可以选择负面没问题，不过给自己本身一个机会去找出那个答案。 Why？ 为什么？为什么这么多人要做？今天我们没有办法一个人做任何大事出来，我们需要一个团队。这里有一个很现成很强的，我说我邀请大家去找出那个为什么我们做对的答案。今天对一位最大的资产并不是他的业绩过几十亿，并不是什么产品多好多好最多好的，最重要的就是最大的一个资产，就是因为 Reway 有你们每一个人，有在座你们每一个人，非常非常感恩，感谢你们。 Reway 没有你们根本都不可能，不可能会有今天。